困难和挑战尽有告诉我们，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，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，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，合作开创未来。日日行不怕千万里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，只要我们携手同心，行而不辍，就一定能汇集起合作共赢的伟力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，迎来人类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。